术法系列：禅玄、唐璜快石溪、宝芝玉、福慧寺。当代注释佛陀书法，脱俗无华，格高静妙，时而龙蛇走笔，转风又同心天趣，平中见奇，飘逸自如，浑厚华姿，形墨连绵，气韵畅达，自是或雄浑矫健如龙跃天门，虎卧凤雀，或清新和雅如浮云飘然，鹤翔松间，或朴拙率真，含心无直，脱尽清鲜烟火之气，收敛内涵，俗染浮杂已然荡尽，正是天志自然，韵达性海，故如中见刚，华而清奇。